凤求凰天机阁主是谁？凤求凰天机阁主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？电视剧《凤求凰》正在热播，剧中的阁主身份算得上是一个谜。作为戴着面具的角色，有观众很想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而目前网上对阁主身份有了很多猜测，甚至有人想知道永芷是不是阁主。那么天机阁主是谁呢？天机阁主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？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剧中阁主戴着一个非常具有个性的面具，穿着黑衣服，看起来很有标准神秘人的样子。这个阁主应该并不是容止，而是顾欢。他表面上的身份应该是一位大夫。巧合的是，历史上也有这么一个人叫做顾欢的。历史上的顾欢，字景仪，一字元平，吴郡言官人，南朝齐大臣，著名的上清派道士。不过按照年代来看，这个阁主应该不是历史上的顾欢了，